什么保利辉夜斯啊，还有好多 IC 卡没集齐呢，来一点吧，只有2盒了呀，不知道能不能拆到。老板结账，小马保利到家了，保证磨死了，打开出来不你。二卡二卡，只有一张 SSR， 行不露露，没有 IC 卡，一包没有，那就两包，打不开呀，哎，还得一包一包来。SSR 无序有好感啊， SGR 余宝我还没有呢，要是 SC 卡那就更好了，全都住了，友谊的魔力助我出好感。这么厚一沓看看有啥好感， SSR 一并更着，换成 SC 卡那就好了。UR 卡我不喜欢这个风格，咋全是一些 SSR， 眼睛比紫月的脸还大，穿 LSR 了，碎了。虽然好，可惜我有了，再找找，可惜怪坏，这张我还没见过呢。又一张 LSR， 戴眼镜的真机。可惜也是我有的。我天，出 SC 卡了。宇宙公主，咋净这些我有的？除了刚才的，还有紫月这一张，剩下四张才是我没有的。看个第二盒，全都出来吧。耶！这两袋咋这样，里面的卡没事吧？哎，幸亏没这，有啥好感， SSR 苹果架啊，没有好卡。另一包呢，出了吗你？哇， LSR 无限好像也是我有的，剩下16包，宇宙公主保佑，能不能来点我没有的。 LSR 柔柔重复，宇宙公主不管用呀。UR 余晖说说，这个我没有，但等级有点低，有好感。这咋还组团双胞胎来 LSR 向前冲的羽毛，这个我没有，太好了。剩下除了一些重复的，这盒没有 SC 卡，不过今天还抽到两个没有的卡位，距离集齐就差一点点了，好卡先装到卡册里，真不错，又是完美的一天。